时这把剑距离我的喉咙只有 0.01 公分，大概四分之一入香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我在想什么？宋烟，你再往前半步，我就把你杀了。你家的探子已经被甩掉了，我们不用再演了吧？哼，就你机灵，几个三重境也想追我，哼！他们也是担心你的安全，是保护还是监视，还说不好呢。不说他们了，欢迎来到无忧城，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像把宋烟大小姐跟丢了。不是好像，就是跟丢了。那回去怎么跟长老交代啊？我怎么知道，赶紧找吧。